H2Zen Home 结合了四种不同功能的水机，如父亲水机、碱性水机、臭氧水机和纯净水机。拥有一架的 H2Zen Home 呢，就相等于拥有四架不同功能的水机，可以轻松地满足您生活上的各种健康需求。由于 H2Zen Home 有着先进的三重过滤系统、PEM 科技以及专利的臭氧分离器的优势，它能够生成四种不同的功能水，如父亲水、碱性水、臭氧水和纯净水。H2Zen Home 所生成的最纯净父亲水拥有高抗氧化功能，喝下六杯相等于吃了500颗苹果和700条香蕉的抗氧化剂含量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用父亲水作为天然的爽肤水来滋润您的皮肤。 H2Zen Home 之所以独特，因为它有强化父亲水功能，而且它是市面上唯一一款可以用来烹饪的父亲水机。原因在于强化父亲水具有很强的耐热能力，强化父亲水可以保存食材的新鲜度，使菜肴变得更加美味，也可以加快烹饪过程。你也可以使用强化父亲水来泡咖啡和茶，来提升口感与香气。基于父亲水的超强渗透能力，即便加入更少的咖啡粉或茶叶，您仍然可以享用到浓郁的味道。 99.99% 的纯薄钛版先进 PEM 科技所生成的父亲水氢含量超过 1600ppb， 这是远远超过市场上其他牌子的父亲水机。 H2Zen Home 的碱性父亲水中富含钾、钙、镁和锌等矿物质，以维持身体的健康。这些矿物质可以将水的 pH 值提高到 8.5 至9的范围，相等于市场上碱性水机所能提供的 pH 值。荣获专利认证的臭氧分离器所生成出来的臭氧水可用来杀菌与消毒，臭氧水也可以用来洗手、清洁、消毒浴室表面，同时也可以消毒刀具、砧板、洗碗巾和厨房抹布。一架好的水机关键在于拥有好的过滤器科技。 H2Zen Home 拥有高级的三重过滤器，可生成适合服用药物及保健品的纯净水，让身体更好的吸收，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除了以上提到的四个功能以外， H2Zen Home 还有一个隐藏功能，它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呢，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，因而更省电，也减少了电费的负担。市面上大部分水机的废水率高达 40%， 所以你只有 60% 的水可以使用，这也代表您会比实际上使用更多的水。反之， H2Zen Home 的废水率相当的低，仅仅 1% 而已，也就是说你还有 99% 的水可以用。 H2Zen Home 的三层过滤器分别是前置活性炭过滤器、纳米膜过滤器和后置活性炭过滤器。前置活性炭过滤器可以去除有害物质、悬浮物、氯水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已溶解的有机和无机杂质。 H2Zen Home 是唯一拥有纳米膜过滤器的父亲水机，它的孔径约 0.001 微米，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过滤膜。纳米膜过滤器可去除马来西亚硬水的水垢，为您提供最纯净的水。这种过滤器也可以去除重金属、细菌与病毒。第三层过滤器是后置活性炭过滤器，有助于减少水的异味和改善水的味道。只需要一架 H2Zen Home， 你就可以体验到碱性水机、父亲水机、臭氧水机和纯净水机这四种水机的功能。今天就选择四合一的 H2Zen Home， 为您节省更多，让你获得更多的好处。马上联系我们，了解更多吧。